享受吧，一个人的露营。我只是一个人要去，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东西？所有东西你不会用，就找影片研究哈。打给我没有？我会告诉你看哪个频道。I will miss you。拜拜。张小乔挑战首次单人车速，因为是第一次还不敢野营，他选了个露营区，也够他一个人忙了。真正艰难的来了。我把东西都搬下来了。嘿嘿，没有想象中难嘛，还可以耶。我设定一下车子里面有一个格子，窗户。哦，太激动了。这种东西很重要，是不是好美啊？好了，都布置好喽。哎，终于可以坐下来。光用这些设备就已经累了。那这一次出来呢，其实虽然说是 solo camping 第一次单人车速挑战，但是其实有一个美食跟着我哟。我就是带着赵小乔野宅说，看起来其实蛮享受的。我先来煮水。首先呢，要先把这个田野红酥的料理包先加热。我今天又特别想要吃鱼板类的东西，就想到说啊，我可以来做一个有点像港式的咖喱鱼蛋。被子也弄好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挑战单人车速的第一个晚上，祝我有个好梦吧。早安。其实我昨天没有睡好，我觉得山里蚊子实在太大只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蚊子会跑到我的车子里面，然后因为车子的空间很有限嘛，然后又加上说山蚊子真的很大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我就是杜比音效的那种，哦哦哦哦哦，5.1声道，但是山里面的空气真的很好。